近来仇恨亚裔的暴力案件频发，南加部分亚裔人士抱团练习射击以求自保，射击场业主知情后便免费提供场地与枪支弹药，并指派专业教练免费上课，邀请警官免费指导，希望亚裔安全。上周末，一组以华裔、韩裔为主的亚裔人士来到坐落在康普顿市的军事安全训练学院与射击场，为行使宪法第二修正案赋予的权利而练习使用武器，以期保护自己。毕竟3月16号发生在佐治亚州亚特兰大水疗中心的枪击案给亚裔留下了太多心理创伤，在那场枪击命案中共8人死亡，其中6人是亚裔。这场活动的发起人 Sanha Kim 表示，目前仇恨亚裔的犯罪案件仍在增加，许多亚裔被攻击甚至被杀害。然而美国宪法允许我们拥枪自卫，今天大家来的目的就是要学会如何负责任地使用武器。这位哈佛大学的毕业生表示，他是以哈佛校友的名义联系大家的，为此当天报名参加射击训练的都是哈佛校友，有意参加当天活动的将近70人。To learn how to responsibly use firearms. There is a lot of hate crime in America right now. A lot of Asian people are being assaulted. Some people are being killed. And in this country, we are allowed to use firearms to defend ourselves. But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with guns and firearms is responsible use. And so that is what we're learning today. We are in Compton at the Marshall Security Training Academy. They professionally train police officers, they professionally train security guards, and today they're going to professionally train us to use a firearm. 在参加活动的人中，许多人是第一次接触枪支，希望拥有自己的武器。为此，军事安全训练学院的业主让学院的教练免费为参加活动的人上课，让他们能够通过取得购枪证的测验，获得购买枪支的资格。军事安全训练学院与射击场的业主莫瑞丁表示，他不能容忍针对亚裔的仇恨犯罪，希望当天受训之后，大家能在家中或自己的店内或办公室内拥枪自卫，但他不相信暴力是解决仇亚犯罪的答案。I mean, it's good to have a firearm because in the day you want to protect your family, yourself. But I mean, I understand that violence is not the answer, obviously. But if you're confronted, there's no other way to protect yourself but to protect, you know. 应邀出席当天活动的康普顿学区警局华裔局长吴伟林在射击场上手把手地指导那些从未打过枪的亚裔人士使用武器，并将手枪拆开，向大家展示枪支的构造以及如何排除故障等。他建议，如果有谁遇到了针对亚裔的语言骚扰或被跟踪，最好的处理方法是去报警，不管现场是否有人犯罪，都可以打911报警。你在外面如果有人只是在站在远的地方骂你啦，或者讲什么对东方人不好的话，如果他没有跟踪你，你就最好的是走开，就不要理他。如果他是一直跟着你，然后骂，然后跟着你，追到你车上，你感觉有威胁到的话，马上打电话给警察。不管有没有犯罪，警察会来先处理。如果有犯罪写报告，没有犯罪也可以写报告。没有犯罪的话，他们可以做一个记录，叫做 miscellaneous report， 也可以就说以后会有这个记录，谁在这里，谁是谁，就是哪些人在这个时候在哪个地方发生，以后可以做一个记录，以后可以说多点警察来这边巡逻，或者以后有什么事情发生，他们侦探比较好调查，因为你在场的人都已经有记下来是谁是谁了。如果他比较远的地方在又吼又骂的话，你拿手机录是一件，有些人看到手机一出来录，他们会害怕离开；有些人会看到你拿手机录，他们会更生气，不一定拿来跑过来抢你手机、打你或者怎么样都不一定。所以说你要录的话，你要自己看说这个情形划不划得来，要追求这件事情。如果他没有跟踪你，他只在别的地方，他站很远的骂骂吼吼的话，你就不要理他也最好，不要惹麻烦了。因为最不好的事情就是说，小小事情人家在骂你不走开，你跟他吵，然后两个人吵来吵去，就本来是讲话的，造成变成打架了，武器都要拿出来了，大家都受到伤。所以能够不要理就不要理，可是做个报告，你离开以后去做报告也可以。
你不用，你不一定要当在待在那个同的地方做报告。他站在别的地方骂你，你走开，开车到别的地方再打电话给警察也可以。所以最第一的就是要保持自己的安全，觉得说这个情形以后怎么样做的最好，安全的离开这个地方。如果他威胁你，他跟踪你，他不让你走，你马上就打电话给警察，这是一定，那是已经不一样的情形了。我担心是我自己可以保护我自己，我是做警察，可是我是担心我家人嘛，我爸妈。吴伟林提醒说，在遇到歧视或被殴打时，是否要用手机录像，要看当时的情形，因为手机录制视频可能会触怒嫌犯。他说，有时为了自身安全，不一定在现场拨打911，而是事后再到警局去报案。有许多亚裔朋友的年轻职业拳击手达奇·俄佛，他是亚裔的坚定支持者。他说，大家应不分种族与肤色。他还表示，若有人攻击亚裔，他都会挺身而出保护亚裔。He says hate. There shouldn't be hate. The hate crimes in this world. It doesn't mean we all bleed the same color. And so we need to come together as a community. This is the shooting position. On that 17. This is all you want to shoot. Bring the gun up and down to line with you.